这两个女的跑得很快哦。我只要跑这种速度的话，大概只能跑400公尺。这个几乎是我要冲400公尺的速度了，其实蛮厉害的。一般而言呢，美国人只要是爱运动哦，身体都很强。那西方的体力都胜过我们东方了。速度非常快，你看我骑脚踏车啊，已经骑脚踏车算是正常速度了。速度飞快。马作的如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，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，可怜白发生。而且他们是跑外圈的，他跑泥土路啊。而且好像还在聊天呢，一边跑一边聊天，是不是那个体力超强的？这是很正常哦，不是说他们两个特别厉害。那美国喜欢跑步的女生就是这么快的，这可能是他们那个 Village High School 的学生，那个麦林高中越野赛跑队的人。但也可能不是。你看他们跑外圈了，我是骑内圈哦。他们从外面绕比较远哦，所以刚刚那个角度他们是绕比较远的过了，我现在才追上他们呢。我是正常速度在骑的，那跑多快？跑完竟然可以跑这么快，厉害了！哇 ，they're running very fast. But maybe I'm a high school student, or maybe not.